你过去接。穿的就是睡衣，之前我就有发过一个文，我就问大家，你们想要知道我睡前保养的步骤吗？然后很多人都讲很想要知道。今天影片的目的呢，就是我要给大家知道我睡前保养的步骤啦。今天的影片不是我一个人，我们来欢迎我们的主角。他早点电话筒。今天我真的不想自己亲自上阵，所以找一个玩偶来玩。他是我的玩偶。Hello， 大家好，我是宿舍频道的常勇。你睡前有做什么保养吗？我睡前的保养就是小完便就睡觉，最下面的保养。我的频道没有这么污的。你睡前都是不保养？保养个屁呀！自己很有信心哦。其实不是有没有信心的问题，是我很懒惰的问题。今天我就来对付这个懒惰虫，要教他我所有的保养秘诀。因为他每次看我保养的时候，我都是这样子，啊，不然就是在那边打电等我，就是他根本搞不懂我在做什么。然后我也要告诉大家，男生也是需要保养的，不然老年后就会像这样，帅帅帅帅，沧桑这种。岁月的痕迹，我们要抵抗这个岁月的痕迹，知道吗？大家，花木啊，保养正式开始，我帮你讲啊，OK， 开始，正式开始，尼姑，我就请出嘉宾啊，知道吗？这次我们的保养就是先从头到脚趾头，哎，看不到，脚趾头，停个，停个，我觉得很脏，哇，你扫在我的唇。头发的话，我通常会先这样保养，我会把我的头发绑成一个小辫子。虽然讲很多人，想绑小辫子我头发。虽然很多人都讲睡前绑头发的话会伤害头发，可是我很不喜欢睡觉起来那种打结的那种，很痛苦，你知道吗？拉扯头发，所以我就会在这边绑一个小辫子，给它有一点的松度，就不会拉扯自己的头发那么多，就不会打结。不是，你知道他们讲为什么不能绑头发吗？因为隔天起来会打结。不是，是没有绑会打结，对我来讲我很不喜欢，因为会打结。男生的 man point 只有一个吧，打结一个。可以认真学习吗？好的，我在认真。我会绑辫子睡觉，早上梳头发真的太痛苦了，每次没有绑头发。然后他的话就不需要喽，我就给他戴一个发箍。哎，温柔温柔温柔在哪里啊？遮住眼睛。温柔的舒服森林，我觉得这样子帅多了啦，给大家看。那就不假了，那就不假了。可以不要污蔑我的GD吗？哦，不是GD啦，冰冰冰，冰啊冰啊冰啊！你怎么好那么好？我来我来，这个怎么不会动？我觉得我不会动脚。OK， 哎，太早反了嘞。OK， 这就是第一个头发保养步骤。然后第二个步骤的话就是脸上的保养步骤，脸上的保养步骤就是跟我第一次介绍大家保养品的那个步骤是完全一模一样的，因为他今天做我的嘉宾，所以我就做一个整套肤色的从头到脚的护理给他，所以我就快速的带过从脸部保养的过程。当然我平时都没有这样子蛮凶的，是为了拍影片才来帮我保养。 No， 我爱我的观众，都过男朋友，我跟你结婚好吗？好。没有看我影片呢，什么？坦白讲，我没有看到，就算看我也忘记了。痛，很痛，出声很痛。好了，没有啊，保养这么久，我现在已经睡着了。而且大家，我这瓶已经用了第三瓶了，精华液，晶莹剔透。别人的脸就随便一点，你脸大，脸大，这人都是帅的。看裴勇啊 ，Danny 啊，我常乐啊，这种小小的脸啊，都不帅的。很感谢。还有，其实每一个保养的过程都要，不可以马上就是上下一个的保养品，你要看。你要吸收先。Common sense 啊，什么东西？真的吗？是。我都到后期才懂了嘞，然后到保湿。哦，娘娘哦。对，我觉得你会不喜欢。为什么？这是保湿的呀。哦，这个乳液就是最油的那个、啊。这不是油。
油，这是保湿。不要跟我出声，意思意思就好。因为你的脸很大。你是台语天宝出身，你不是真的好保湿。你要可以认真做我的嘉宾吗？我很认真。你要帮你按摩吗？不要。这不要的，好吧，你就继续胖下去。在做完脸部的保养过后嘞，我就会开始做唇部的保养。什么？唇部的保养。你们知道为什么我笑得那么开心吗？因为他最讨厌嘴巴有擦脏东西的。专心点，认真学习，认真学习。然后唇部保养，我第一个会先做磨砂，这是 Innisfree 的磨砂，就是把你的嘴巴去角质啊，嘴巴去角质，不是脚才要去角质呗？没有，嘴巴也要去角质，嘴巴也有死皮的。好，来吧，我会把它涂一点在嘴巴上面。好恶心，我感觉。然后我就会用手指，我就在嘴巴上面这样子转圈圈。你有没有感觉那个嘴巴上面有一点沙子这样？有，有哦，很好听。就是因为它有一点磨砂的效果，然后它就会把你嘴巴的角质去出来。这样只要按摩一分钟。然后这个蛮简单的是，只要用一个 tissue 把嘴巴上面的东西抹掉。啊！抹。OK。哇。OK， 然后你这样抿。觉得滑很多，好滑哦！认真一点啦，好像大马滑蛋盒。然后做好嘴巴的去角质过后，我就会用这个叫做 lip sleeping mask， 这是 Laneige 的嘴唇睡觉面膜，没有错，就是晚上你的嘴巴不喝水不吃东西的时候才能用这个东西，会比较。我通常会在磨砂过后就做这个 sleeping mask， 我感觉会比较怎么讲更滑一点。然后它里面是有附送这种小刷子，而且它好的一个是什么，你知道吗？我给你们看，哦，好像看不了是不是？这是差不多我用了半年才挖到那么表面的一点点，所以我觉得这一罐它很值得的是它可以用很久。不要手这样抖啊！我要这样抖，抖一点，抖一点，不要浪费那么多保养品在我身上。这样，我是对你好的。好奇怪的感觉哦！我很喜欢的是哦，每当我出完早上，那个嘴巴是保湿到我一个爽，真的很爽。我跟人家讲，他从这一秒开始，他就被讲这么多话了，所以这个是闭嘴的好方法。我看油油。你可以闭嘴的，其实你不用一直打开。保养过就叫睡觉。耶、yeah, ！现在我们的脸、我们的嘴已经弄好了，我们现在到 body。有问了我的朋友的话，哦、不需要，不需要穿上去，没有让你裸体。有问了我的朋友的话，都会知道我在用这我姐姐的瘦身霜。为什么我会讲这个是我的保养的东西？是因为它不止瘦身的话，它还有 lotion 的效果，所以你可以直接代替 lotion 的那个功用，又可以瘦身又可以保湿。其实真正来讲，就是要按两个大刺，然后涂在鼻。有肉的地方就可以笑笑笑笑笑笑笑。我要上肚子，我胖了。还有腿脚，我不想浪费那么多的啊，真的。脚，你看到吗？这个已经不是这样子的。然后通常我不会擦手臂，因为我觉得我手臂很瘦啊，对，就是不需要，我就用这个 Nivea 的保湿乳液来帮你。你可以认真一点吗？啊，我的手好像瘦了，你保湿。这个保湿没有瘦。啊，我真的没瘦啊！烦你你啊！你在破坏我的影片。接近要尾声，我终于可以结束这个影片了。这个的话，我会比较涂在关节的地方，因为我要关节那种保湿，你知道吗？这边皱皱的会很不会，所以哦。呀，太惨了！我的影片是很有素质的哎，好的，它给我弄到有点像车祸现场。然后我就会涂在这些关节的地方，给我你的关节这边啊，手肘啊，皱纹很多了。其实这种地方也是需要保湿，不然你会有风湿。没有这个感觉，不要乱教。押韵吗？保湿、风湿、双韵、双押，哒哒。对不起大家，来膝盖膝盖膝盖，好像有点偏离。膝盖膝盖，我不只会擦手跟脚的关节，我还会擦指关节，就是脚趾头的关节，你知道吗？
我不懂你们啦，我的脚趾的关节是会生死皮的那种，太干了，所以我连脚趾的关节也不会用。来，给我你的脚趾头，对，就是这样子。啊、哦，我的脚趾头好漂亮哦！走开，另外一个。我看到吗？你们让 YouTube 播就这样子。浪费耶！ Yeah. 看好这个影片过后，你是不是觉得女生很麻烦？我相信，觉得女生好当吗？女生不好当啊，又要保养，又来月经那些，又要生孩子，要疼吗？要乖吗？通常我的保养的话，我都会推前在睡觉前的一个小时半，没有办法，因为这种东西加加减减起来真的是需要很长的时间，所以女生真的是。什么麻烦？谢谢大家的观看。不是，没有丑的女人，只有懒的女人。所以你要好好的保护你身体的每一个部分。我们的晚安 routine 就到这里了，谢谢我们的嘉宾。大家记得订阅我。滚开！大家。三十块抢给我钱了，拜拜。影片就到这边，拜拜，subscribe长影啊！记得跟我一起变美美，拜拜。OK， 我觉得这个影片很累，不是，我一直上火，我很累。你也弄毛病？不要哭，烦死了。到啊！但我不会勒的是吗？膝盖，膝盖，盖盖盖盖，膝盖。我不只会踩。盖饭，饭团。哦，进。团体。体育。好了。